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啊，冷风如刀，视大地如砧板啊，以众生为鱼肉啊，咱们就好好睡觉就行了啊，共同收看今天的国战录像啊。咱们先看第一局啊，这个主视角玩家弟叫只玩身份啊，只玩身份怎么跑来玩国战呢？啊，这个感谢他录像啊，这里选将的话选这个龙凤组合比较好啊，看看本局比赛。请收下我的膝盖。对面说话了，请收下我的膝盖啊！我想说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啊！看看你能表演成什么样子啊！这个庞统的限定皮肤非常的帅气啊，英俊帅气啊，说的就是他。嗯，二号位，看看这个一号位要干啥？无中生有。卧龙有一点烦的就是老得点啊，这个玩的时候一直得点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时不时的用个锦囊啥啥啥的。好了，还要打咱们的，咱们这被迫两将了，这肯定不能掉血，也不能让你抢个手亮，是不是？那凭啥？咱们亮了，他去砍别人，那不能证明他是咱们队友啊。然后他亮了，那就证明他是队友了啊，对不对？也有可能这个魏国看一个卧龙不想惹，想让去打别人。好，这边问号神迹，那一定不是鼠了，我猜。说过多少次了，问号神迹就一般不是队友，弄死啊。这个啊，实战教会了我们问号神迹啊。问号神迹其实隐藏的意思就是，我不是跟你一伙儿，你打我，但是你别打我啊，我装作很无辜的样子啊，就干他，没问题，没毛病。天火熊熊，燃尽如炬啊！他抽了一张，正好剩一张黑，被烧得很惨，然后放了一个南蛮，孟获出来截胡来了，好吧？孟获表示我怕野，我必须得截胡，那你就截吧，截了就截了，反正咱们有先驱，对，不是事儿。四面都是水啊，被淹死了。然后下次重一点啊，被这个截胡，自己的手牌也被截胡了，什么都被截胡。好，这边全连起来搞一波，因为有先驱嘛。天下纷乱，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啊！开始搞啊！既然三个鼠了，这个夫妻对吧？咱们收获了这个南蛮夫妻啊，咱们就准备一统江山了啊！看一眼，到个鲁大师啊，又是南蛮啊，继续搞。这先放啊，反正他不会撸咱们，他只会撸孟获。孟获这个背黑锅的啊，背的还可以。好，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，看起来这一波要直接赢了，看看能不能直接赢。这个人老在这闪烁，闪烁其词的。好，这边鲁大师弄死，别客气，烧自己。好，非常的完美啊，你这个司马懿也没什么反馈的啊，完美。好，然而并没有烧死啊，这个司马懿从孟获那撸了很多桃子吗？希望鲁大师能死，然而鲁大师也并没有能死，这就非常尴尬了，可能要被打死啊。当然死好像有点难，咱们两条命，那边孟获重种血多，但是要被压制这个是理所应当了。孟获竟然还有国血这种神奇的东西啊！好，你厉害，那他们这边应该会去打祝融啊，祝融看来是最好打的架子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非常骚气啊，先这个装个狮子，假装要灌你，你假装。不让回血啊，那我就再开个代劳啊，血赚是吧？好，这边孟获要不要砍死他？孟获，你这个乐就非常的销魂了，你这卧龙都看了八，打了八，你不去乐八去啊？非常销魂乐的。好，这个人啊，这个人让你装，还装不装？你看回来了，手速不够快，没出小牌，桃也扔了啊，上来还来个对吧？请收下你的膝盖，然后直接逃跑了。所以这就是个演员啊。手术不够快，然后还自取其辱，是吧？啊，判定啊，对吧？出牌啊，夏侯渊啊，好吧，直接这笔看一下，你要不要打死他？啊，好，他表示我要弄死你啊！我们魏国有自信，你真的有自信打的这三个楚国吗？我建议你不要弄死他了，但是他觉得你是鲁大师，我也得弄死啊，是谁都得弄死是吧？啊，不管好，没弄死就开桃园了，知道吗？好，魏国就是自信啊，好吧，那看看他会帮谁，反正蜀国也打他了，魏国也想要他死，好。他看的是孙权，好吧，那这都不重要啊。然而鲁肃表示，反正我赢不了了啊，我就祸害蜀国。好，他们大蜀需要你啊，需要什么啊？真迹只不过是个补刀的，他表示还是要弄你们蜀国，而且你们蜀国人多，看起来刚才对吧，要打出一片天了，然后瞬间啊就回到了解放前啊。这个真迹也不知道何来自信要杀孙权，你看人家孙权还帮你们，帮你们你们可能就有优势了，不帮你们你们是真的没有优势啊。好，这边祝融要被这个血虐了啊。好，这边你冠师傅就别闪了吧，一会儿还要被打呢。
那你恐怕要凉凉了。那边夏侯渊啥的一出来啊，就再见了。好，这边消耗一下手牌啊，反正表示南蛮并没有什么卵用啊。哎呀，鲁大师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回心转意，还是铁了心啊？嗯，这个朋友就非常的优秀了，这个六号。飘摇兮若牛峰之回雪啊。好，不神速啊，表示有刀砍。好，他表示我还有闪。那一会儿周瑜杀，不是周瑜啊，鲁肃杀你，你怎么办呢？鲁肃杀你，你咋办啊？天妒了。好的，这边看他还会不会帮，会把蒙惑的牌撸走，有可能吧，有可能他撸走，或者是为了收个人头啥的，这边直接耗尸了，好吧，直接耗尸给的这个，然后再撸，好吧，然后再杀一刀是吧？没有，哎呦，也是神奇的操作，但是他铁了心让蜀国完蛋啊，反正蜀国好像看起来就是要完蛋的样子，杀一刀勒住啊，这个好像都是挠痒痒啊，没什么用啊，真的是没什么卵用，这可咋整？只能杀鲁大师了，鲁大师你反正也铁了心了。这把很可能要干不过魏国了，我跟你讲，因为祝融死了，鲁肃死了，能这两个角毛能打过魏国？好，他并没有选择烧啊，他可能觉得为了，因为有奖费嘛，他表示都烧空了，我没牌连赢了，啊，我希望连赢一把，我觉得可以烧吧，因为这奖费还能不能活？我觉得恐怕是活不了了。好，他已经不管鲁肃了，表示啊还管，竟然还管，好吧。行吧，我觉得没必要管了，兄弟。但是他就觉得有奖费，我就有信仰可以保住奖费。那真的能保住吗？并不能啊。其实刚才烧真迹一下，因为真迹不是卖血的。如果他是卖血的，你不烧，他明显对吧？夏侯渊嘛。然后这个奖费表示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啊，再打鲁肃。那这样就魏国基本赢定了，对吧？没什么悬念了。有什么悬念啊？肯定没有什么悬念。鲁肃、祝融一死，请问孟获家这个。屌毛什么也没有的庞统怎么赢魏国呢？唉，好，补了三张牌也死了，呵呵，还不如不补呢，不补还烧不了呢，不补烧不了真姬说不定也弄死他啊。当然这个就不一定了，说不定这个魏国就虎了吧唧的表示还留着你，你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是吧？然而真姬这回合表示我要爆发了啊，很可能要击击思密达了，来吧，弄死他，不神速吗？神速吧。行吧，随便你，你要自信手牌能弄死他那就神速。好，咱们这边并不能自信连赢，然后孟获又掏出一个国无器啊，这个孟获好牌还挺多，这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嗯，你的凶还挺多啊，呵呵，不是，你的凶挺少吉挺多啊。然后这边洛神了有个借刀，他竟然有杀啊，就砍死了啊，还是难逃一死啊，我说半天你也活不下去啊，你这日子就过不下去啊。顺好，再把符一顺，谁也打不到了。然后孟获就是这人屠宰啊，真的成鱼肉了，成砧板了啊。好，咋办？凉拌，不知道咋办，只有一个小灯泡啊，看看吧，看有没有机会啊。你们自己描述一下啊，看有没有什么不可描述、不可言状的事情啊。好，那逃跑的是什么？反正估计应该不是魏啊。这是什么不知道了？魏国估计也不会去贸然去杀他，也没必要啊。然后就把你们弄死，就赢了吧。那个人是逃跑了，又不是离线，离线可能回来，逃跑是永远不可能回来的，那就是一具尸体啊，是不是啊？丞相诛我，好，决斗，拼一下了，帮你压压血了，只能说庞统庞士元，我就帮你到此了。好，继续扔。飘摇兮若牛峰之回雪，司马懿全是红啊，这边就基本上死了，你摸两张牌能救了他吗？那是不可能的啊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！这个怎么办？怎么什么也救不了？你就随便搞一搞吧，想连也可以连，不想连就对吧？就找找牌，但是什么也拯救不了他了。打鸟飞没有距离，什么也砍不到，啥也没有啊，牌都没有还砍，怎么翻啊？不知道怎么翻啊！如需废我一兵一卒，他有桃子啊，再补三张啊，是不是还有桃子？啊、果然，表示稳的一逼啊！一点不慌，你应该多留点黑牌给他助攻啊，对不对？那没必要重注啊，除非你手里全是黑，就早助攻早收益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表示我就是全是黑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可能要吃九杀了啊，可能要吃九杀了，他可能还是留了张闪，行吧？那稳一点，他安排九杀，那就对吧？这顺是不可能让你顺的，你能杀中不杀中那就看天了啊，对不对？看脸看天。
好，天不好，脸不好，啊，天地之危也不好啊，什么都不好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怎么翻？不知道怎么翻，要不连起来涅槃一下，连起来涅槃一下，先压他一波血啊，是不是？然而他还是能反馈你的，虽然你看似没有牌，但是你要涅槃的。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一点啊，但是还是要压司马的血啊，打得非常拼，表示不压没有机会啊，压了才有机会，是不是啊？要做到这个压死啊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，还是这个主动涅槃了一下。我就是智慧的化身。好，又光腚了，又要挨揍了。他能不能回复起来啊？还好他血线不高，存不了多少牌，你知道吗？他存不了多少牌的话，就是不能助攻洛神，助攻洛神就不好判八卦啊，对不对？咱们八卦就有可能，对吧？神奇的啊，红红红红红红，火火火啊，来吧，太难了，我只能说我太难了。好，他继续千里千，表示我就不信弄不死你啊。好，判了一个红，取出手机，把藤甲脱掉，对，把藤甲脱掉，稳的一匹啊，又被压到一血，怎么打？怎么打？赌一下呗，烧一下呗，这里这个桃也不能吃，没办法，因为万一他是个红桃闪，你怎么办？就只能赌打死他了，这必须赌啊，这个是必须要赌的，没有任何选择，你再拖一轮就是更没有机会。好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，只能说这个行百里路者半九十，是吧？啊，这个离胜利还差着远着呢，这神装的没那么容易啊。但是咱们有一点优势，就是进鏖战的话，咱们烧他压他血还是很好弄的。但是你这个八卦阵能不能顶着住他这个每回合好几刀，那就是个很严重的。来，死个魏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来吧，看看能不能最终完成逆袭啊！本局这个剧情其实倒是挺跌宕起伏的，一开始蜀国气势汹汹，然后鲁肃逆转乾坤，然后魏国就是逐渐做大，然后又强行扳回了一城啊！反正啊，他就是继续双刀就不信了，他就说我这么多装备，我就不信每回合双刀你总能喷，他说我就是能判红啊，我就是厉害啊！他表示你肯定亮黑，他表示我就不亮黑，我气死你！贼尴尬啊，啊，原来全是红啊，朋友，真的吗？好，姨妈，好，继续砍，来吧，没得出就对吧？没得出就骑人一下，对吧？咱们只能去火祭压他血了，就火，继续火。他可能又要亮桃园了吗？啊，他竟然不亮桃园，他表示你没有方片，你有红桃，你骗我。然后正好又摸了两张方片，好，压了血了，他这会儿肉搏来。蛮入侵不行啊，有无限。雌雄剑留着，雌雄剑是好东西。一会儿有杀了，还能对吧？控一下，调戏一下。但是被压到一血了，真能挡得住吗？但是过差顺手来了，这是好东西啊。能不能撸他一张杀？他小子有杀是吧？没有，没有就挂个刀过了。来，再两刀。你继续不信邪啊？但是他信不信邪，他也没办法，他怎么办啊？他怎么办？他开始姨妈了没有？司马懿就是红红又火火是吧？哎，过河揣桥，揣他一下，然后调戏一下啊，怎么都不亏啊。他要是不想掉给他那，哎，他剩个桃园，那就美滋滋了，嘿嘿嘿，都到一血了，那就很有机会了。当然你也可能死啊，他姨妈了，他可能要赌命了，因为他这里姨妈了，他再搏命，他摸一张牌，他留一张牌并没有什么意义。然而搏命未成功啊，那就只能再见了。好的，好，竟然没有调戏啊，那好，是你们是不是你们就调戏了啊？通通连起来吧，只玩身份，你国战怎么也翻盘了呀？嗯，那咱们再看第二局吧。这个第二局好像也是这个主视角发的录像啊，好吧，那这局应该选乔笨了，嗯，好像选掉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。看本局比赛，这个咱们上家叫里皮有东西啊，里皮带的国家队这个不行啊，真的，当然可能材料就不行是吧？嗯，四号位，白银狮子，桃九南蛮，郭德纲，这啥何太后？嗯，好，何太后，果然去连里皮了，还连了咱们乐柱啊，乐柱不洗澡，你要干啥？他表示啥也不干，去存个牌，行吧？三原色偷窥一下，然后呢？偷窥一下开打，那我觉得这两个人一定有位，
不然那边亮个郭德纲，他俩为啥要打？果然是有位，只不过就是谁是位的问题了。好，他表示你没乐了，那就吃个鸡啊，血赚是吧？嗯，行，吃个鸡血赚。这什么孔融还是二张啊？啊，二张不出来吗？好吧，那也有可能是孔融，孔融也应该出来啊，我也不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主持家表示有孔融，我放南蛮是吧？放吧。好，其实不放好一点吧，说真的，不放好一点，万一真的是大位呢？你放了就放了吧。那咱们也棋牌后有技能，那就不是孔融了，那有二张了呗。那有二张呗，这边那谁是二张啊？有二张的就对吧啊，哎呦，废活挺多啊，你干废活就亮呗，真的。干废活不亮啊是一件非常这个低级的事情啊，你要是行交线你还被翻面了，你万一真的出不来是不是野了不行，不是血亏吗？好，这边不太好谈啊，由于这个桃子啊不好谈。好，刘备一看大位出来抗位， OK， 没毛病，那那边还有个二张啊，行吧。还能凑合事打，别再有位了，再有位日子不好过了。欧阳庆，哎，大桥二张那还行，大桥二张可以，啊，他把咱们也乐住了，因为咱们放 AOE， 那你被乐这真的是活该，虽然你是三血不卖，但你放 AOE 啊，那你说咋办啊？是不是你没办法？全乐住啊，行，那你就看看能二张能不能捡垃圾了。这边这个鬼气是什么呢？鬼气竟然也是魏国啊，还有司马懿。他说你们以为我是真心给你们发福利吗？不，都是老子的，别在这立 flag 啊，司马懿出来了还立不立 flag， 你不就是个二张吗？还什么还想捡，开始骂骂什么 CNM 啊，好像是什么对吧，传统的异能。好，这边顺了啊，这边没法打了，不知道怎么打了，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啊，交给你了，嗯，行，交给你，下次重一点啊，行，你这个其实杀刘备好一点吧，行吧，那你们自信就不怕就不怕，乐住啊，行，全乐住了，全乐住了，全打啊，打，你不吃菜，他不舍得吃，吃呗，你不舍得吃，让典韦吃那也行，典韦不一定能吃啊，万一会儿来个董卓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不是董卓，何太后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呵呵，早就是何太后了，因为何太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卵用了。懂不了卓了，只有何太后了，这没法懂卓，救一下，反正也没啥用，桃子啊，该救救啊，咱们一会儿亮一下小桥，增加天度的可能，然后增加这个司马懿的工作量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，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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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捡捡捡捡，嗯，金当稳固内政，以御外患。其实当时曹操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考虑捡蔡文姬的牌，然后他如果捡蔡文姬牌，可能咱们就不放哪蛮了，是吧？我不知道啊，呵呵，好，反正是打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好像还是不好打，嗯，不好打。他是想仁德吧？点错了吧？我就不相信你是想跟独菜配合啊！呵呵，谈呀，谈走鱼尾纹，这干什么呢？这都是什么乱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还想九杀是吧？你不出过杀了吗？这都什么屌毛，真的好，我真的是好，这边表示我读一口让你九杀去吧，反正也赢不了了啊，是吧，嗯，不会用。大哥你191级了不会用，你要说你是郭德纲那个34级我不会用，你理解啊，这咋玩啊，这又到了怎么翻的时候了，又不知道怎么翻了，都什么选手啊，一个个的啊，只能等着挨揍了是吧，来吧揍吧，有缘再见，有缘再见，好吧，嗯，对吧，这个说不定以后真的能见着是吧，啊，请记住这个 ID， 天命之子啊，反正什么都能改，什么都有，要啥有啥，什么都不缺啊，甄姬令一个将也不亮啊，你什么邓艾啊是吧，好像可有可能是邓艾，不知道，射一发，吃菜啊，谁吃都吃，吃无所谓了，这都不重要了。吃菜你是看不见他是什么吃菜的，因为吃菜是断技能，不是跟那个穿肠穿心是断将一样。好，这里他赌一波了，他表示太劣势了，而且不想给他万箭，就赌一波了，表示能弹死还有翻盘的机会，但是赌了也未成功啊。这竟然还有桃子啊，
就刚才说的那个，就是穿心的话，它会显示你穿了什么将。它断长只是断了技能，那将还在啊，所以一会儿它得亮才知道。嗯，好，决斗，咋打？怎么打？怎么办啊？此时怎么办？啊，来吧，去吧，看看吧，啊，呵呵，多好。不服。伯父，哈，他还没死就离开了，离开的挺快啊。火攻，开始围殴小乔了是吧？围殴小乔就围殴，就正常的围殴就行了吧？是不是？当然，司马懿有可能要被打死。好，这边表示你死就死吧。学会了一项技能回血是吧？刚才表示不会啊。这个我就不多谈了啊，先去观看一下这个。队友被断肠的是什么将？一排没摸啊！好奇害死猫啊！好，好奇宝宝郭德纲啊！哼，真的是人才呀！惊呆了，没点到卡了。你到底想干啥？你点到了又想咋样？行吧，但你们还是茫茫大的优势啊！咱们看看能不能杀掉司马懿了，做出最后的尝试了。那连刘备杀了，那杀司马反馈了那么多，这说不准有桃，就这样试试吧 那只能赌一波了。这也没必要再冰他了，没有意义。反正杀不死也输了，对吧？杀死了，咱们尽可能去冰其他人，从而创造优势。就你先冰再杀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他只要不死，你肯定输。打死了，好的，他真的有闪，还有桃园。好，还好打死了，还好这个借助刘备打死了，他还有桃园。这不然桃园一开就真的没法玩了。那杀掉一个，这个还有三个，依然打不了啊。但是呢，看看对面有没有这个虎逼或者什么的啊，头铁的，毕竟是小乔是吧？好，他们都没有桃，他荀彧被断了，好吧。杀一刀，这里还不太好谈，拿个桃子谈就不太好谈了，就算了，不谈了啊。这个桃子你谈也不太好，好，他表示你没有，我九杀，你没有天香白，你暴露了。但没有天安门，但人家有八卦阵啊。嗯，好，这边他是不会打了，打就觉醒了，顺一下，好，杀这个郭德纲，看这个郭德纲有点虎，骗他来刚咱们，看他刚不刚，好，他真的刚了，好，那就弹死他，他表示你没有天香牌，我不信啊，对吧？头铁，被弹死了吧？嗯，好，又死一个。随着人数的减少，机会就会越来越大啊！默默的离开了。他说：“你走吧。”好，郭德纲说：“好，我走。”就走了。司马懿急死了。好，继续杀。谈呗，谈走鱼尾纹啊！好，就是不服啊！你真别压血了，你们还压自己的血，还吸？好吧，那你这一波直接打死他，你放大满。出杀强袭，你自信打死他，那你就试试吧。好，再出杀，就是要弄，就表示你没有了，你没货了，我们要弄死你啊！那八卦阵哪那么容易砍呢？那小乔的八卦阵，这中的几率砍中的几率太低了吧？嗯，好，他们血又下去了，但是这回真没天香牌了，没天牌带有八卦啊！而且他们真的还敢打吗？对不对？他们真的还敢打吗？他说留牌就稳的了，嗯，那就留吧，留吧，留了。但是小乔也是有，这孙膑是有进攻性的，哎，撸个桃子美滋滋啊，血赚。好，这里不太方便杀，多留点牌，方便弹。哎呦，他又来了个兵，好像他们把节奏拖慢了，拖慢的话反而不太好了。那就拖一拖吧，远交近攻。但是咱们又手握灌石斧啊，灌石斧还是一个大杀器，他们有没有办法下掉？好，他开始上了，强上啊！弹，给你个乐，不让他末位置牌，乐没有用啊！咱们都被冰了，还管什么乐？乐不乐的有什么的？还是小乔啊，你愿乐乐呗，你愿乐乐去啊，压了你们血就行啊！还是头铁啊！这里就不太好谈了，就一桃子就不谈了，就这样吧。你可以先乐啊，因为你的乐是明的啊，你并不能骗了谁啊！好，这个司马懿表示没有希望了，走了，说了半天。看不到任何希望了，好，灌石斧墙上啊！江东小霸王孙伯符真的打死了吗？哎呦，没打死，没打死，那闪电走一波，闪电走你啊，是不是啊？闪电走你，嗯，这里他扔杀，行吧，
如果你怕断杀，可以扔个桃，留那麒麟弓去弹就可以了，留一个桃就可以了，不用留两个桃。你看这么多桃，好，他还要塔上，你的心有多大？你这又不是鏖战，现在又不是鏖战，你们有两个魏国，你慢慢打不就好吗？还要，那我只能说，你们三个人、四个人都没打过，你还一个人，那你就再见了，朋友。真的，我都不多谈了，你真的是再见了。你除非真的是真机一波爆啊，那可能吗？那可能吗？啊，好，就是头铁，红沙也要上啊，是有多头铁啊？铁的不行啊，铁子。好，一个个的不服不忿啊，那就全都带走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朋友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